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在强迫推销，就是来那个推销你去玩高尔夫球，六个六吗？对对，六个六。有些真心觉得我好像在强迫推销啊。是啊。可是这类游戏，可是这个游戏我觉得是还不错，是可以经常玩的。par 是什么意思？ par 的话是标准杆。这是在哪里啊？我看不。你现在前面有个斜的地方，它那个后腕你后五的话就是。哦五。Yes， 后引外。没有进去。没有进去，你卡住了。好的。后引外的话是代表一杆进洞，然后如果是低于标准杆一杆的话是 birdie。低于标准杆两杆的话是 eagle， 有三杆的吗？应该不可能吧。有啊 ，albatross 啊。哦，那个有水。来不及。hole in one。好水哦。你那个至少有两个，你那个至少有两个以上。哎、欸，那你打到杆子对不对？笨蛋。啊，他进去了。居然。你是有点累格，可能是连线问题。我们看累格而已啊，对哦，也是啊。咻！啊！哎！怎样？为什么？这样滚进去哭啊？没有，问题是你还没有跑到斜坡那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怎么过会比较简单呢 ？Gosh， 还是一样。啊，没有进去。啊 ，Gosh！ 哎，我先越后面，糟糕！我以为在上面就可以动嘞。糟糕！刚莫名其妙我就已经浪费了一杆。去你喵的！明明就是比较简单的一关，然后可以搞成这个样子，吓死我！你刚是不是？我刚一瞬间以为是你卡住哎、欸。如果现在停在那个地方的话，我会哭哦。Par。哎 ，KO， 你还没有进吗？啊、欸，你还没有动。哦，它这边还有第二个洞哦。对对对，那第二个洞进来不就是一杆进洞？有几率一杆进洞，我刚就是没有一杆进洞，看不到路。你可以用你的滚轮调整一下你的那个视角，会有帮助的。滚轮，滑鼠滚轮可以让你看得到比较多东西。哦，早讲哇！啊！哦，还好，过头了。他喵的！哇，出去了！啊，现在是变五杆。Bogey。喂！你他喵，差一点。Birdie。这个我这个要一杆进洞真的是看运气，我觉得对、啊，就是看运气了。你要能够每次都次次都一杆进洞，这个我那个什么奇怪的东西，这个我其实满杆瞄最右边的，不，哇塞，你竟然已经哇没有中，为什么还差一点哦？天哪，满杆瞄最上面最右边的。要从七点开始啊！哦，恭喜你来了！我靠，好像听说有 YouTube 频道是专门用这个，就是教你怎么对啊，一杆进洞啊！超扯，这是 par 哎、欸，因为你多打了一杆啊！我刚拿的是 albatross 啊！
我没有多拿一杆啊，我是标准杆啊。是啊，你标准杆啊，我低于我低于三杆啊，所以我是两杆。我知道，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这边瞄那个洞，大概四分之一格就可以了。不要太大力，就小力一点就好了。这太小力上不去，太大力又会弹回来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他喵的，好烂哦！好悲剧啊！上面有洞哦，不要太大力，不要太大力，会有洞，会掉进去洞里面。啊！怎么这一个，怎么这一区这么麻烦啊？我是莫西。Hello。Hello。不过我们家课长大超死。好生气哦！用力干嘛？轻轻点。这十一杆，你这杆要进哦，要进哦。啊，没有进就算了啦。哈哈，防破防心。你刚差一点进。啊，那个美斯玛这样子啊，又不是第一次。进那个几杆哦？十二杆啊。嗯，这个是靠运气的，没办法教你。碎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公平？碎啦！好乱！耶！这个接下来难了。可是刚是十二杆，我实在是高兴不起啊！天哪！啊靠腰！为什么你那一杆那么小力？因为我没有看到。还要慢慢从这边打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可以啦，这个还进不去就怎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自己弹出来？不要问我，还是问小叶好了。粪便，先生，你去哪？啊！啊啊！不要这样子啦！我现在能够体会当时玩这一关的人的感觉。啊！别这样子！Yes。哎，风破哇、哦，好顺利哦！哇，我只是想说试试看好了，然后就哎成功了，一整个不科学啊 ！Worky 啊，好，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对，直接上就对。这个要小心，我以为是直接飞到它上面那个东西，然后就飞走了。吓一跳，差一点，差点就死了。有进来，有进来。那被压到都是赚界外吗？跑，你会被、啊、你会被挤到旁边去，会很衰，就会多吃大概两杆吧。哇，而且要看你角度。哇，你低于 total 哎，天哪！哦，是耶，好厉害啊、哦！那还是有刚刚那个失误的、嗯，不然我应该可以四十杆左右。我是因为那个十几杆，你要先练习是不是？哦，直接坑地吗？没有，我们这个我们也是第一次玩这个，我至少我是第一次。好花哦，这个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不记得他怎么玩。Gosh， 不行，哎，你第一次真的很不习惯。哎，不要，它有坡度的好不好？哦，四杆，慢慢来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子。酷哦，两杆到了，意外的我打了十五杆。意外的，我们的，哇，这也好缤纷哦，可是有点困难。四杆，哇，不要学我四杆，会飞出去。哇，掉下来了。Gosh， 要更快，要 model。哦，爽哎、欸！par，两杆是，我三个都来不行，两杆是par哦。我是被旁边的棒棒糖挡过去了，太扯了、欸！你这个要接近满，你这个要接近满哦。对对对，过去过去，对对对。没有，刚才 KY 讲说那个，不要觉得他四杆满杆，不要觉得他满杆。我是接近满，哎、啊欸欸、你这个也很尴尬、欸，你这个超尴尬哎、欸。你正好在平地，刚神风在平地跟坡度的那个微妙平衡点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怎么样？哦，动啊！啊！
Gas 太低了，要更要更力量要再更大。哇，我太歪了！什么东西刚敲了一下，吓我一跳！哇靠！我敲到上面那个啦 ！Yeah， Gas 为什么？哎、欸、，Double Bogey， 四杆是 Double Bogey 哦。我刚刚也是跑到很尴尬，就是这样。我刚刚就是这样子。我也是啊，超直一整个，耶耶，不高兴。这个是，不知道干嘛？这要干嘛 ？OK， 杆子在我们左边，所以对。Gosh， 好，那个是冰块。冰块也上不去吧？啊、哦，好爽哦！哇，哦 ，Birdie， 你差一点啊！又是冰块。只是这个冰块看起来其实很像树，像那个树脂之类的东西。哎、欸，这滚啊！你那个要打旁边的木板，对，啊，差一点，可以，哇，没有，这样子已经不错了，至少你没有再弹回去。对啊 ，double bogey， 你弹回去那才是真的哭，是会哭，嗯，好好，我看到蛮恐怖的东西。欸、我发现我现在卡住了，我现在连滚都不能滚，连出力都不能出力。那会不会太悲催？对啊，我现在不能动欸。欸，我动了。哦哦哦 ，Birdie， yeah！ 哇，你太过去，你要挑另外一个，就小心啦、啊、要不然你会掉下去。就是那个中那个圆圆的那个不是，你要超过去它，超过去它一点点，然后我刚刚就这样从外面旁边一点点跌落出去，其实那样也可以啊。是 KY 那边的吗？对、欸，差一点，没有那个洞就可以了，那个圆圈就可以了。我大波波，因为我刚是正好从那个圆圈边缘正前那个旗杆旁边啊爆炸，哭、哦，这个两边是不是？应该是往我们的右边吧。我觉得哪边都可以啊。其实我不知道到底要走哪里。左边是要弹到哪？哦，左边是要打那个。全力往左边冲。你，哎、欸、有、哦，有个屁！我回来了。差一点。我是说那边有路哦。左边也有路，其实两边都有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一次怎么回事？我看不到旗杆在哪兒、欸。What the heck？ 那奇怪了，啊、我抓不到它的距离耶、欸。啊，抓到！我抓到了，但是我弹出去。哦，旗杆在那种地方哦。对啊。我靠！我已经五杆了，我还没开始打就五杆了。Double bogey 。哦，你们也来了，你们也尾随而来，加油加油 ！KY 差一点，我走那么尴尬的地方，你们真的超尴尬哎、欸！他们没有啊，走我而已。我都觉得那样子还蛮尴尬的，这要去哪里啊？这要穿过去的意思吗？应该吧，我不知道。看不出来，哎、欸，是呢。哦，走那巧克力的话，它可以有机会。那巧克力是很，就是有机会一开始。那个巧克力，欸、对，这个就是超尴尬，史上最尴尬的位置。
硬多给我一杆呢、欸。对啊，我就没去看我在边边的，为什么要多给我一杆？啊，这个在哪里啊？这是干嘛？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冲啊！啊，去哪里啊？嗯，去冲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送你一杆？哦，送。哈，三杆是标准杆。嗯。好疯癫哦！他就是玩玩，然后笑笑笑笑笑笑你，笑笑旁边的人这样子。啊！我靠！这个地方好恐怖！谁可以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怎么了？你又卡住了吗？你卡哪去？啊！我现在在这后面。啊！你在那一块后面，你就往旁边，你要往回去依靠那个坡度。不是啊，要出力冲过去的话。Gosh！中间有坡，中间有一个断层。你他喵的，这个有断层的东西！我靠，包皮！我要飞过头！我是 double 啊！天！好了，你们要选哪一条？最右边那个是往没有，你就在那边猜啊！你要中间吗？那我左边好了。最右边那个是回去吗？对，最右边那个是回去。靠腰，不能走最不能走中间的，中间的它会有个断层，烂透。你要走最左边的。没有，我最中间的有。差一点点啊！麻烦死了！哦哦哦！你这还进不了，那就要哭了。啊，这边果然难！拔死了！有必要这样子吗？每个都在选路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快点回来，力道不够。啊，他这个。标准杆就是两杆，酷！哦哦，我看到神风飞得跟什么一样啊！哎、欸，你这个很尴尬哎、欸，你这超尴尬的、欸。啊！这要干嘛？这个我完全看不到东西。真男人，哇！直接给你动吗？他就随机会给你一个。靠腰，其实都差不多了，没有差很多。哇！傻小，Gosh！ 哈？哦，在底的那边哦，跟他拼了！你他喵的！哦，室友啊！哥哥。Bogey，Bogey，大家都 Bogey， 啵啵啵啵啵 Bogey， 哇 ，Sweet Tooth， 哦，这怎么分给的？